男人带女儿外出打猎，可就在他发现猎物后，枪口竟然对准了女儿，但最后他还是不忍心下手。男人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他知道，只要女儿多活一秒，全家人就多一份危险。二十年后，女孩长大上了大学，而她对小时候发生的事丝毫没有任何记忆。这天，她正在图书馆看书，突然一只乌鸦撞向玻璃，接着她的手便不受控制的抖动，随着抖动越来越严重，女孩直接栽倒在地，浑身抽搐了起来。 周围同学见状，赶紧叫了救护车，然后将她送到医院。可经过医生全面检查后，女孩的身体异常健康，没有查出任何问题。第二天，她来到游泳馆游泳，可没多久，游泳馆的灯就突然闪烁，女孩立马感到不妙，果然身体再次抽搐起来。下一秒，她便昏迷了过去，沉入泳池里。好在没一会儿，她又醒了过来，然后拼命地游向水面。可此时水面竟然变成了一面墙，不管她怎么用力推，都推不开。女孩拼命挣扎，就在她快要窒息时，她竟然又游回了水面。明明自己身体很健康。 却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了查清原因，女孩在网上查阅了大量资料。原来这不是病，而是一种可以用想法控制一切的超能力，只是她还没有完全掌控，所以才导致一些奇怪的事发生。第二天，她将这件事告诉了闺蜜，可闺蜜却认为她有癫痫，并把她带到医院，给她请来医生做检查。可就在这时，诡异的事再次发生。只见女孩又开始浑身抽搐，下一秒，她的身体竟然悬浮在了半空中，脑海里想到的全是闺蜜。只见闺蜜走到窗前，身后的玻璃突然炸裂。 瞬间，闺蜜便消失的无影无踪。检查结束后，医生说报告上显示，在她发作时脑波并没有出现异常，这说明女孩不是癫痫，可能是某种情绪所导致的。随后，女孩来到闺蜜家中，她惊恐的发现闺蜜似乎真的不见了。接着，她便在窗户的玻璃上发现了闺蜜的头发。她尝试着联系闺蜜，可怎么都联系不上。难道脑海里的画面真的发生了？自己真的拥有超能力吗？她非常害怕，赶紧打电话将闺蜜的事告诉了爸爸，并表示自己想回家。 等回到家后，爸爸让他喝了一杯热咖啡，可下一秒女孩就晕了过去。原来爸爸在咖啡里下了药。其实夫妻俩早就知道女儿有控制一切的超能力，可她并不能完全掌控，所以才会经常发生癫痫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他们把女孩囚禁在家中，每天逼她吃大量的安定药来压制女孩的超能力。可没想到，安定药出现了强烈的副作用，女孩又开始做噩梦。她梦见爸爸在湖中打鱼，紧接着飞来一群乌鸦在爸爸头上盘旋，下一秒爸爸的双手便开始起火。 很快，大火蔓延到全身。爸爸赶紧跳进湖里灭火，可刚浮出水面，身上又开始起火。没办法，爸爸只能再次沉入湖里。但这一次，爸爸就再也没有浮出水面。此时，女孩突然从梦中惊醒，她急忙来到湖边，果然她在湖中央发现了爸爸的船。女孩意识到，她用意念已经将爸爸杀害。 失去爸爸的他痛苦不已，他跳进湖里，打算将自己了结。可没想到，他被一股神奇的力量又冲回到了岸边。他感到自己完全掌控了超能力，于是他回到家中，用超能力将妈妈的腿治好，然后离开了家。接下来，他要利用自己心想事成的超能力，去帮助社会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